山羊呀，中午吃到呀。泡面吃水必须和成这样的才能进。买了个新金瓶子，今天用来蒸糕。哎，这糕可真好了。撒点菠菜，蒸好糕了。这老三吃糕啊，也是经典。可是有段时间没吃糕了，大家挺想这个老三吃糕的。今天吃糕呀，这个巴沙人吃糕还不会吃，可是老爱吃糕。比我这养鱼有些人差。哎，在吃糕之前先吃口大葱。这吃糕虽然不会腌，但是也得叫它咯咕一声。干锅，都说这个鱼蟹的这个高劲，就是劲到什么程度？有这么一个故事说，因为老汉吃糕，哎，身上一块粘到腿上了，就在那儿待着。人去了地里头了，这高汉待着，终于。等不住了，笨活弹回来，又弹回这个高坑的里头了，就这次鱼蟹的高就进到这个程度。可是这个高你看它没有那么劲嘛，看它这么一点都不行了，这胳膊没法去地里头。看我再会吃的高咋说，好像比原来好点是吧？这个也就下去了。我就想请教一下这个养鱼有些人，你们吃糕不是特别会吃，说这么一块糕往嘴里一放，它这就下去了，这上眼有多粗呀？有个粉丝，河北崇礼人，他说是一盘糕。不就菜咯噔咯噔咯噔就吃完了，我还真想回回你看看你咋吃，就咯噔咯噔就把这盘菜搞吃完了。